刚刚琼瑶姐在后台的时候有跟我们说明一下，那二十几年前她一直很这个坚持要给我们唱这首歌，她说要很多这个同事们都跟她讲说要不要找个女生来唱，老板说找个女生来唱，对，结果怎么找两个这样这么黑黑的两个人，对，好，但是琼瑶姐就一直非常的坚持，她的坚持是她没有看错，她没有看错，她有眼光，对，接下来要演唱这首歌呢。是琼瑶姐特别指名要我们演唱这首歌曲。那这个刘天健老师曾经也有跟我们说过，说这个琼瑶姐，刚刚琼瑶姐在后台的时候有跟我们说明一下，那二十几年前她一直很这个坚持要给我们唱这首歌。她说要很多这个同事们都跟她讲说要不要找个女生来唱，老板说找个女生来唱，对，结果怎么找两个这样这么黑黑的两个人。对，但是琼瑶姐就一直非常的坚持，她的坚持是她没有看错，她没有看错，她有眼光，对，非常非常厉害的眼光，这个琼瑶姐刚刚在台下跟我们讲这些话，但是其实我们那个时候，这个刘天健老师也有跟我们说过，她很坚持，希望有一个很特别的声音，很高亢的声音可以来唱，她写的这个词。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呢，这个其实这首歌来的时候很仓促，他把歌词，这个琼瑶姐把歌词送到公司之后，公司的人就全部就开始发，哎，赶快把那个曲写一写，大家来谱曲。那时候很赶。对，那时候你记得你怎么写的吗？我自己都快忘记了。我还记得我是写，我还记得我怎么写的。反正我们的写的不是那么重要了。对，不是，我们写的就是因为不好，没有说很好听，所以。不适合，所以就没有用我们自己写的。但是我觉得我的歌写得很好啊。我那时候写的。你为什么不坚持呢？我不晓得为什么。我现在唱给大家听吗？好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，就是我写的这个。好，我想一下哈。你不要哼出另外一首歌呢。不，哎，你怎么这？因为就像有一个创作人说，我写了一首歌，结果我现在就是要哼别人的歌啊！哎，你我这个梗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被我说啊！好好，你继续表演。不是，我那时候写的歌，我就觉得很好听啊！啊，那首歌是好嘛？那个歌词可以放一下吗？不是，你唱的最多次，你竟然不会唱歌词？不是，副歌，来，副歌，对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真的吗？是不是很好听？就突然发现这首歌 是李宗盛写的。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，当地球不再转动，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。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，不能和你分散。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。当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，把我青春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我是台湾熊秀，我上单米红。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。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
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Happy Birthday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